哈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。上期我们去了石宝街逛吃，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说中关村可不止石宝街，那今天我们就去吃遍中关村，出发吧。哈喽，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北大的东门，来吃一家全北京第一的麻辣拌。这一盆给的还挺多的，上面是打了一些花生碎。哇，这种酸甜辣的口味太爽了，这个油菜是那种很嫩的，汁水很丰富，是很新鲜的油菜。这一份要的是加麻加辣酸甜口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很辣。这个油菜太好吃了，水分特别充足。里面的土豆是那种软绵的，土豆也特别入味儿。我甚至怀疑这个海带是在里面腌过的，按理说这种海带结不会特别入味儿，但是这个里面的海带结完全的浸满了里面那种酸甜辣的汤汁，而且很软嫩，不是那种嘎吱嘎吱的。其实这个甜度还挺高的，但是我觉得蛮合我的胃口的。这好像是肉丸，那个肉丸是肉感特别清晰的肉丸，我蘸了那个汤汁裹满了一层酸酸的味道，特别赞。我有点后悔了，后悔没在里面加一份面了。藕片是那种脆脆的，这个肉丸超好吃，就那种肉质贼丰富，很紧实，然后软 QQ 的。豆芽菜是最吸汤汁的，里面还放了很多芝麻，有那种芝麻的香味。这小丸子的话，就是那种平常吃麻辣烫里面的丸子。太好吃了，我现在真的超级后悔没有在里面加一份面，因为这个汤底真的太好吃了，甜度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刚好，然后重麻重辣的话也没有特别的辣，可能吃完之后会觉得嘴巴有一圈麻。另外他们家还有炸鸡架、炸串、麻辣烫这种，所以如果是来这边吃的话完全可以吃一顿正餐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店看看吧。哈喽，我们现在是买了烤包子还有炸鸡皮，然后坐在杨国福里面想蹭一下他们的位置。那我们抓紧时间来尝一下味道吧，先来尝一下永顺炸鸡的炸鸡皮。这个是按斤卖的，你要多少就给你称多少那种。是我打开方式不对吗？我觉得它有点难的嚼。它的调味是好的，孜然很香，辣椒的味道也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于梗啾啾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品质分布不均，这一个就挺好吃的，就外面脆脆的，里面那个鸡皮还是软 QQ 的那种。但我刚才吃那个大块的时候真的有点嚼的牙痛。没有皮，只有面粉的地方脆脆的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现在北京开了很多家永顺炸鸡的连锁店，之前吃过一个炸鸡腿，我觉得也蛮好吃的。真的是个体差异，我后来吃的这两块都挺好吃的，比老千炸鸡好吃。然后试一下我们买的烤包子，他们家烤包子一共是三个味道，鸡肉、牛肉和羊肉的，我各买了一个，尝一下。是鸡肉的，我第一口没太吃到馅儿，虽然可以吃到是鸡肉馅儿的。是那种很大块的鸡肉，不是鸡肉碎，不过这边这个皮儿也挺厚的。里面有青椒和红椒，他说是鲜香麻辣，但是我一点辣味都没有吃出来，还没有刚才那个鸡皮的辣味足。
我本来以为那种皮是会那种烤的焦香焦香的，但是比较软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焦香。这是买了他们家的奶茶，自制的现熬奶茶，是咸奶茶。我觉得我上当了，这没什么味道，就是会有一点咸咸的，好像是咸咸的东西冲了水的感觉，里面是用玫瑰的咖啡色，不是很好喝，也没有什么奶味。再来尝一下这个羊肉的，这个好吃，羊肉味很足，而且也不膻。里面会混杂一些洋葱，还有胡萝卜。这个面馅真是超级大颗，虽然不是那种整块的，但是吃起来满足感特别强。里面的肉是属于很多汁的那种，但我觉得就我的口味来说，如果它能再更多放一些孜然会更好，就整个吃起来比较清新，咸味也不是很重。我刚吃的那个最后一口，那个饼皮太厚，大概有这么厚，就整个吃到后面有点噎。来试一下这个味道，这个应该是牛肉的。这个牛肉和羊肉都是那种里面加了很多洋葱的那种，而且是肥瘦相间的，但吃起来不腻，特别香。我觉得羊肉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它欠了那么一点点的孜然，但牛肉还蛮对我的胃口的，因为里面很嫩，而且本来对于牛肉来说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孜然去调味，就这个是属于比较鲜嫩口的。我吃的这三款里面，我觉得统一的缺点就是皮儿有点厚，特别是那个羊肉的，我吃那一个皮儿到后面真的特别厚，就会有点影响吃它的幸福感。刚才又喝了一口，感觉还是有一咪咪的奶味的，但是总体就是那种咸白开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店看看吧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是坐到一个糖水铺里面，是叫广鸟老铺。他们家应该是中关村最早的一个糖水铺子，然后是点了一份姜撞奶。刚才那个阿姨帮我们现冲了一下，要等五分钟再喝。刚刚还买了一些鲍师傅的肉松小贝，因为在这个马路对面就是一家鲍师傅。我吃鲍师傅小贝是其一，蛋挞是必吃，真的，他们家蛋挞超级好吃。但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可能嘴刁了。我之前吃过一次那个一家葡式冰室的那蛋挞，因为它那个皮儿真的超级软酥。我现在吃鲍师傅这个，觉得它的皮儿会有一点点的硬度，但里面的蛋液看起来也超嫩。酥到掉渣渣，里面这个蛋液真的超级嫩，是那种很香甜的鸡蛋味儿。像我之前吃的那个澳门的蛋挞，我觉得那个凉掉之后皮儿肯定不会太好吃。鲍师傅这个蛋挞，它热的时候皮儿就会有一点硬度，凉的时候的皮儿也是会有一点韧啾啾的，所以凉了也很好吃。里面的蛋液凉了之后会有一种布丁的感觉。蛋挞中的性价比之王，之前我们俩很喜欢那个柠檬的没有了，草莓的好像也下线了，现在应该只有海苔、鸡肉还有蟹黄、雪贝这种。虽然我们的姜撞奶可能好了，但是我忍不住吃一个肉松小贝，因为上次被卢西河的肉松小贝伤害了。虽然我很不想与大部分人为敌，但是我就是觉得鲍师傅的小贝要比卢西河好吃太多了。就它里面这个蛋糕真的很软，然后外面裹的肉松又很多，沙拉酱也很多。这个吃下去真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存在感的蛋糕体。反正吃到现在，我就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小贝就是鲍师傅。它的肉松确实会没有那么的脆，但是给的多就够了，主要是跟它那个软乎乎的面包体搭配在一起，绝了。